Hello，welcome back to Fire Official。今日就我哋幻想铁路嘅第57集，就系介绍呢一个西湾可站啦。咁我哋而家咧就喺太古嗰个安山商场，我哋开始今日嘅旅程啦。首先咧，呢个就系 B 二啦，我哋要上翻去 G 楼先嘅。下一站西湾河，左边的车门将会打开。下一站西湾河，左边的车门将会打开。Next station, 西湾河。Doors will open on the left. 好啦，咁咧就嚟到咗西湾可站啦。西湾可站先嚟介绍一，点解呢度冇嗰个黑色嘅？唉，作沙唔得咯。好啦，一号月台咧就去东龙洲同宋江。咁啊呢个佢就同平时有啲特别啦。西湾可站咁一号月台咧，平时就应该喺上面嗰层。咁今次西湾可站咧就喺下面嗰层嘅。你问我点解，我都唔知道，我点样答你好啦。好啦，西湾河站啊，呢、這个就系、是、咁就黄色啦。咁如果要揾一只楼梯去配黄色咧，咁我冇办法啦，所以唯有用咗环木做呢个弯位啦。好啦，咁啊，几多条通道啊？呢、這个站三条，即系类似天后站咁样，系啦，系啦，得三条嘅啫。咁啊，中间两条，然后隔篱一条啦，然后就大排电梯咁样嘅打斜，就系、是、咁样。一号月台去东龙洲同宋江，好啦，跟住二号月台咧就去大澳啦，三条通道一样啦。咁如果你去一号月台咧，咁啊有块指示牌话俾你知，咁啊要转落嚟呢条电梯嘅。好，另外就系升降机嗰度啦，然后咧就出口，睇埋个月台先，傻咗，冲得太快啦。二号月台咧就系去呢个大澳嘅。三条通道之后咧，就有个控制中心喺度啦。All right， 我哋上去啦。好快咁样睇完啦。咁、這、呢个设计就比较港岛化啦。咁我哋喺港岛线嘅自创站都会咁样起嘅。好，咁啊上到嚟啦，两组落，两组上啦吓。好嘅咧，就闸机我哋出一出先，呢个有客务中心啦。OK， 咁就嚟到呢个咧就《芒果日报》Mango Stadium， 报纸1蚊，豪华版10蚊，幻想集团杂志15蚊，除翻个差价呢份嘢3毫子就买到，系咪3毫子咧？啊唔止啊，3仙就买到，有冇搞错啊？今日头条：中九龙线断电，千万人逼爆青衣，如你所愿。好啦，吉铺一间，吓、啊。而家冇人起嘅，鸿福堂西湾河外卖店啊，呢间比较细，因为西湾河个站咧就度位度得唔靓。终端便利店你起唔切啊？我们的商店就有咩啊 ？A B Milk Candy、A B Strawberry Candy、Elf Virus Potion、A B 炮弹灰、
跟住咧做个车站指南 ，Let's see。西湾河站简写 SWH， 咁就港岛线啦。大堂一楼咧就去大澳，二楼咧就去东龙洲，即系同平时调转啦。A 出口去欣景花园 ，B 出口去西湾河文化中心 ，C 出口冇人写去边，有 C 出口嘅咩 ？B 出口咧就去西湾河文娱中心，冇咗个出口，哇系！搞咩呢度？睇睇先。啊，真系冇咗，搞咩？好啦 ，A 出口咧就去欣景花园嘢。好啦，佢咧好似咧就分开嘅，即系佢虽然条电梯就好似连埋一齐。哦，我知啦 ，B 出口喺呢边，呢边就系 A 出口嘅。我明佢讲咩啦，终于。A 出口咧就咁样转入嚟啦，咁就去欣景花园，好似喺上面嘅啫。跟住咧一条楼梯喺中间有啲柱啦，出到嚟只系有只煎蛋货喺路旁啊。咁啊呢个就系西湾河站啦，睇睇先。小巴65路啊，觅水东区医院；20号去柴湾工业城；50号去耀东村；22筲箕湾呢个 KHB 嚟嘅；2C 去耀东村；694 A 去耀东村；2A 79792A 77929722M8 西湾河站；2A 146947207020X 用阳光煎蛋高科技；环巴 FFB 鬼系啊！西湾河文娱中心二号去嘉亨湾，二 A 去耀东村，698去筲箕湾。Maybe still have, please go to our app。好啦，我哋铁抽筋。好啊，嗰边筲箕湾站其实都几近下。好啦，咪落翻嚟啦。因为铁路世界我哋唔可以起到太足嗰个比例。好，跟住咧就系介绍隔篱嘅 B 出口啦。B 出口咧就嚟直接咁样一个打环嘅出口啦，咁又喺跟住呢度咧就系上盖欣景花园嚟嘅，都系咁其实只系转一个弯嘅啫，系啦，隔篱街口嘅啫。咁咧之前咧就有个 C 出口嘅，咁就 Mongo 起错咗啦，咁所以就最后放弃咗个出口啦。咁啊，终端便利店同埋一间吉铺冇起到啦，好简单咁样西湾河站咧就介绍完啊。呢度做个通道升降机 ，not my fault 咁啊，即系 my fault 啦吓。哇！直接嚟到西，直接嚟到呢个筲箕湾，犀利犀利。好啦，咁就呢条通道直接去嗰个出口大堂啦，即系佢真系有个出口大堂起喺呢度嘅。好啦，咁就呢集就好简单介绍嚟到呢度啦。未订阅嘅朋友，记住你快啲订阅辉瑞 official 啦，揿响隔篱个钟仔，到 FFV 一出片嘅时候，佢就可以即刻通知你。中意嘅话咧，就赞好呢一条片啦，赞好 Facebook 辉瑞 official 专页，加入 Discord， 加入 FFV 追踪群组。咁就仲有样嘢未介绍嘅，就系呢度有呢个就有个升降机专用嘅闸区域啦。有啲站就咁样设计，例如九龙站、金钟站都有呢种设计啦。就系入闸之后咧，咁就有部升降机嘅。咁呢个咧就系双闸机啦 ，for 伤残士专用。咁我哋两日之后咧就系介绍呢个筲箕湾站啦。咁就今集时间就嚟到呢度啦。我哋两日之后再同大家见面。拜拜 ，see you later， 细完啦，再见。